大家好，我是佩莉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比较街头摇滚的个性指甲油。首先呢，我们有爆裂指甲油，然后呢，还有今年很流行的鱼子酱指甲油，它一整个呢就是很有立体感，一粒一粒的哦。然后呢，还有搭配大量片去做一些层次的堆叠。首先在指甲上涂上一层底色指甲油，接着马上把泡泡粒子倒在指甲上，就会粘住咯。然后呢，再用手轻压，鱼子酱指甲就完成咯。在手指上涂上底色指甲油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利用皮肤的油脂减少胶带的粘性，然后呢，可以粘贴成三角形或者是直线做任意的搭配，然后涂上爆裂指甲油，就完成了个性的局部发饰指甲。然后呢，涂上透明的指甲油，整个指甲就变得很闪亮喽。耶、yeah, ，完成了！你也可以自己随意做搭配哦。然后呢，可以涂上大量片的指甲油，也很帅气。或者是你只涂一半，任意的爆裂也非常的有型哦。这样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样才能在第一手时间就接收到最新的分享。然后呢，有更多的彩妆保养穿搭资讯，也欢迎到我的个人网站 happy 点 cc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